别怕，不急，先打骸骨卡牌，我觉得三级换血好一点，两级换血会亏的。 破个开，OK， 他一波烟会两级，因为他一级吃了一个人头的经验值的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，经验值什么的得注意的。灯光灿烂。 黄小子，哎，我试一下。想散血硬我，想多了呀，哥们，直接来一手预判。 开血回血，根本死不掉。走了走了。呀，戒指没板了。哎，大爷怎么死？被红帽我烫死了吗，哥们？哦，其实我不 Q 过去，好像他也死了。K 头呀。 可恶！浪潮逆转了。回家了吗？ 这两个人全能穿墙，我能反，追放的野，上单，全能穿墙，好，但等我六级，我能试一下。 卡牌也六了，但是可以来试一下。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卡牌没六级，他们要炸。
一个人头都没有吗？请问？完了，好完了，慢慢打吧，能抓死就行。然后队友们拿头别送就行了。其实我这波 ID 也好，不敢啊，我怕不到。小兵是吧，卡了。他这个状态没买药，他这个状态他也不好飞人吧。带走。这么自信吗？五级的凯隐。他掉到闪现啊！没事，慢慢打，等我抽了毒盾就好。慢慢来。怎么可能给他活呢？把他越了呀，你啊。哎，点满了吧？那他也成一地的。那我们这个时候买路灯差不多，这个满功能性拉满，也是三点几秒。先锋是对面的吗？请问好、啊、
都干不过吗？妈，都干不过。有头，中意了。直接把他越了，克兵逆他，问题不是很大。大，我想再吃一场。对面凯隐过来的话，六到八级，我也不怕他。推线嘛，不然卡牌要飞下路了。不能推，卡牌回来弄不了。现在软斧真不行啊，我拍到软斧都炸了。人硬斧厉害，我感觉。一波燃斧都崩了，我要给他们演示一下。刷凯隐，哎，是兄弟，凯隐最脆的了吧？打脆的，杀了快了，这把能赢，给我再不必担心，八百块。看到我在了吗？感觉不一定好抓呀。我操！凯旋，我失误了，我 Q 怎么 Q 到墙上去了？我操，送了个比他贵的，亏一百五，他才四百五，六百。哎呀，亏了。对面这 AD 怎么办？不得跑他吗？AD 一千块，先拆塔打龙吗？不知道他有没有闪现，只要他没闪现，我就能杀他。闪现就杀不掉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
再杀对面 AD， 杀对面 AD 就翻盘了。不错，账单站起来，今天打过了。爬到了，把他秒了，来。兄弟加油啊，没办法了，我这也没拿到人头。哎，不要吧，第一线我拿到我直接不要了，伤害拉满了，反正抓他吧，也抓不到，算了算了，他应该不会带了吧？打开！榜英一刀挡！我操！飞鱼！我操！我这鱼咬了几个人？全残了！妈呀！我急了，全残血，真的全是残血，这波。哎，我没仔细看。哦，永恩也大了他们一下，永恩大了一血了，好像。打败要飞你丢大龙了，待会儿。我想上个巫妖。上个巫妖就是他。想看戏法吗？他都无妖了，直接秒，没问题的呀。干他，拿下！队友们先死了吗？波兰打不了 ，AD 被单杀了，直接法穿吧。我们走。
就有人在线，他是破电者正好，他说这个盾弓没有破电者好，他第二连的破电者也厉害。出不要逆风，因为为什么出不要？因为这把对面没什么魔法到现在，所以可以出不要，而且已经做了。就杀落，别来躲。剩下的就给他们，我们把伤害打出来，技能打出来就好了。如果这一把对面有魔抗的话，我们第三天就直接把伤了。有时候也看局势的，知道吧？像我们现在无妖秒对面也不成问题。就比如说这把卡牌，如果水印鞋、砍影如果影魔刀，我们就直接法传没问题了。但他们都没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就来个无妖。因为帽子这把是做不出来，发育没这么好。记起来，不要让他大刀夺我的一对手，很可惜。很基础的镰刀，他这个靠近我，他跟杰是一样的。唐米，你大了敌方的同时，他如果靠近你的话，他无非就是想大刀夺你的大。但是我们只得一个亿或者跟他拉开距离，他是没办法的，知道吧？浪潮逆转啦，那是没办法的。那先挡着，我这没状态了，我操！没状态。开杀喽！一起来，开走！有点玩命了呀，这波我感觉打得有点急了。他面没大了。是打不过呀，哥们！我靠！小坏，他们打龙来了。想看戏法吗？没打，直接打吧，不想拖了。打野回家被看到了，咱们也血手不好说呀。 OK， 咬他血。 OK OK， 这个大龙谁能拿？喜欢探野这把，这个探野
动不了。哇，空太多了，一个永霜加这个垂直的 Q 加黄牌，还好极限开沙漏。把他表打出来怎么样？我觉得 Maddy 应该不在。肯定想那个惩戒大五，我准备好了。龙拿了就行。感觉我有点感冒，说话有点鼻音啊。这比一把他吓跑。说的是没鞋子的卡米把他跑，卡莎还没有这个大闪现吗？要不卡莎也是得死，他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有鱼在没意外。